永庆房产集团旗下加盟品牌有潮市房屋，以社区专家形象深植人心。在品牌20周年庆祝会中，董事长孙庆余到场分享，秉持诚实服务与在地经营的核心理念，是品牌成功拓展的关键。我们前7年就开始推动先诚实再成交，那么我们小潮也是很快就跟进这样理念的。所以两个新市中介的精神，一个是诚信，一个是社区经营张根，有潮市都是掌握的最精准，所以它能够快速的这个拓点，甚至于它是有20年的时间就能够跻身到前三大加盟品牌。为了持续生根社区，回馈乡里，品牌推出社区友善贴心服务，强化在地良性互动，期许未来10年品牌在台规模能突破700间店。其实平时我们许多店头呢都提供便民的服务，那身为鸡婆的小里长，我们乐意呢开放我们门市的空间，提供给社区的民众来我们小潮休息、聊天、泡茶，甚至使用我们的相关的充电设备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汇集了所有民众最常使用以及最应急的10项服务，推出了社区友善贴心服务的10项服务。我们有潮市呢，将持续做大家的后厨兵。下一个10年，我们将持续落实一社区一小潮的理念，期许我们全台的有潮市的店数全台能突破700店，将永庆集团诚实理念传递到全台的各地。CNews 为了新闻网台北采访报道。